新港乡立幼林园一个公所礼堂举办毕业典礼，毕业生带来一连串的精彩表演，向大家的家长展现多元的学习成果。大下班，许玉琪。新港乡立幼林园在公所礼堂举办毕业典礼，乡长张焕忠甲公所以及主管以及代表等人，拢亲自出席活动，做伙见证这顶古锥小宝贝。拿到人生当中头一张的毕业证书，祝福着咱啊，遮囡仔呢，会当讲吼，人生呢头一届啊，摕到这个毕业证书，啊，即摆呢，佫要进入了啊，咱的国校，会当讲，互因呢啊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新港乡长张焕忠指出，上任了后，也增加真侪幼儿园的福利政策，来照顾新港的小宝贝。咱的这个娃娃车啊，也拢换新的，所以冷气呢，足舒适的。啊，咱即摆呢，较早三菜一汤，咱即摆改四菜一汤，每顿佫有水果、鲜奶。哦，啊，一只，咱跩老师咧，大家拢足用心，伫咧照顾咱新港乡的子弟，啊，请咱新港乡咱跩啊家长咧，会当放心，将恁的孙、恁的啊囝咧，交予新港乡啊幼儿园来照顾。毕业典礼会场，会当看到老师精心设计布置，毕业生也准备一连串精彩表演，向大家展现三年来多元的学习成果。即卖因从早着所有祝福，勇敢挑战后一个学习里程。中华新闻叶宏吴，新港采访报道。